时弟黄浩信去年12月在深圳出席 TVB 重头剧《黑色月光》开镜拜神仪式的时候，突然宣布已经约满离巢了。早前有网民就撞到拍紧剧的黄浩信，还写着话偶遇 TVB 拍剧，又高又瘦的靓仔到底是边个嚟噶？屋企楼下遇到拍港剧《黑色月光》，围观的人不多，仲同佢哋擦身而过。又高又瘦，身材真系唔错噶，但系听讲系个渣男嚟噶。2017年，黄浩信和蔡思贝被指因为合作拍摄踩过界而挞着加入黄浩信和陈志尧的婚姻。不过黄浩信就似乎未有受到绯闻所累，早前他在抖音宣传撞黄之王的时候，网民都纷纷留言赞好，可见黄浩信依然都是咁受欢迎。